可乐鸡翅的做法。一张图片，最近特别想吃可乐鸡翅，赶紧去超市购买料鸡翅和可乐。做起来，食材明细：主料鸡中翅10个可乐一瓶，辅料姜丝适量，料酒适量，盐适量，生抽适量。咸甜口味，煎工意面，分钟耗时，简单难度。可乐鸡翅的做法步骤：一、鸡中翅洗净化开口，用姜、料酒、生抽、盐腌制半小时。二、平底锅热油，小火煎鸡翅至两面黄。三、把煎好的鸡翅推至一边，下姜丝炒香。四、姜丝炒好后和鸡翅一起炒一会。五、倒可乐半瓶，可乐的量一鸡翅的量。中火煮。六、收汁，准备出锅。七、成品，味道棒棒哒。小窍门一：鸡翅一定要选鸡中翅，因为肉多。二、腌制时间可以久一些，更入味。三、喜欢更甜多汁，可以多一点可乐。陈宝妈妈。